可能菜太好吃了，所以大家舍不得把筷子放下来来拍手哦。多拍手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就是我们接下来我带来表演的是我们的川剧变脸啊，他、哦、的曲目安排的曲目叫做《怕妹草草》。现在呢，先静心看看我们拜哪那个大奶妈，那公家翁最近拢加伊啊，大王大。